居民在轮拜过后，在轮拜乡亲泰的消耗，为了推广美团旧安卡全落去，或靠铁皮盘亲自抗议过关游戏，结合当地的客家社团，向下安排五个关卡，不好生同家长向下去搞，希望用普通的游戏帮四年获得旧安卡。台东关山镇公所得到开会费补助2000万，同平镇海涵及海南的关山产业改良场的其中一栋改造客庄生发权益中心，按算年底无完工落成，或变作当地的客家产业店首、生发文化展览，含有传统艺文颜色的场所。为了鼓励民众参加保育山鸟的集体，苗栗县政府争取农委会补助办生态父母给付计划。期盼两年，今年得到农委会核准正式来做。除了空态设施的气氛，要增加奖励机制，按算三月底要公告实施。南投县新义乡公所得到卫福部经费的补助，去年新工期六年费款，人民净土基金到75%。县政府社会同劳动处积极关心建筑同使用之少强量，同时地方希望同社区发展中心向下申请合法建物，县政府没认识或天数来判。新竹县政府消防局进前判一场真爱生命消防技能研究费。电厂除了电视、消防车、装备同器材以外，未推广消防安全知识，用更高更好的方式，而增加民众来度到灾害的应变能力。